山河挺脊梁，但将日月再丈量，今朝为我少年郎。近日国家跳水队成员有了大的调整，很多老运动员已经在国家队名单中消失，而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杨健的出现。虽然已经28岁了，但是依旧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强者。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亚军的杨健，在跳水世界杯上夺得冠军，所以这一次杨健再一次出现在国家队里。另外全红婵也是结束了全胜的战绩，被陈芋汐击败更是面临着重大的挑战。其实之前高敏就强调过，全红婵接下来正在面临着困境，希望大家不要过度关注全红婵，避免给她带来太大的压力。尤其是全红婵现在身形体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希望网友们能够关注全红婵，在全红婵低落的时期，网友们能够雪中送炭。'Cause you'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.